看看新闻网。接下来我们请全场的朋友通过大屏幕和我们一起先来看一则很有趣的社会新闻，请看。我们的新闻呢，曾经报道了一个大男生在多所的校园门口啊跳舞的消息。近日呢，一段新的视频，三分钟穿越多所高校的视频流传甚广，而这样的行为是在为一种特殊的疾病筹集善款。画面中跳舞的这个白衣男子名叫肖健，今年26岁，湖北荆州人，本科就读于武汉，做过渠道营销、电子外贸销售。在视频中，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他一直面带微笑，不知疲倦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多所学校门前蹦蹦跳跳。给他拍的人在这儿。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校门舞男肖健的弟弟肖明。亲弟弟。亲弟弟。刚刚那些都是你帮你哥拍的？是的。是吗？那你哥现在是全身心的投入公益了，你呢？我目前在宜昌的一家医药公司上班。那你哥到不同的校门口去跳，你都得去啊？是的，那一个月我帮他跑遍了全国。你跟着他一起跑遍了全国，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出？对。摄影师已经在这里了，那我们不妨来掌声欢迎肖健。弟弟，感谢你一路的陪伴，辛苦了，这首歌献给你。你曾见过我，一定是在某个网络，一个平凡的舞者，旋转跳跃在各大校门前。我用我快乐的舞帮助着受伤的孩子，我在追寻真实的自己，却意外竟得到了些关注的声音。剧本照耀在我身旁，我只想感谢那一个人，没有他陪在我身边，或许我早已选择放弃。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义无反顾为我奔波，生病住院到住院也要陪着我一起走多么辛苦的旅途。只有能有你一半光环，好伙伴未来还一起闯，请永远陪在我身旁，请做我最完美的搭档。你是我最完美的搭档。谢谢你弟弟。肖健请过来吧。哥哥比弟弟大多大？大几岁？大2岁。大2岁啊。从小他就是听你的吗？对，大概是这样。是这样哈。所以从小弟弟都是跟着哥哥，就招之即来的。招之即来，我觉得真是好兄弟。真是好兄弟。但其实我觉得今天你有必要在现场回答我们，就你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募集善款？其实我们的一些慈善，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这样一个群体，就跟很多产品的 marketing 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一些创意。我们知道很多产品的销售需要去创意，但是我们的公益其实也需要很多创意。
很多人看到这个很亲切。嗯。特别这个视频在一些社交网络、一些微博上、一些微博的大号传播比较多，然后播放了2500万次，然后很多人坚持看到了最后的捐款链接。然后有会被打动，对，被打动。我们后面也放了一个宣传片，115000总共捐了，所以不是炒作，对对，而且不是，而且的的确确不是在蓝屏后面，是一所一所学校去跑的。对对对。好，你之前是在哪里工作？你跟我说。哦，我之前在国内一家比较知名的网站公司。网站公司，你现在是有工作吗，弟弟？对，我有的。那就等于这一个多月，你们两个人。他当时是离职，其实他当时是在一个外资的医药公司。你现在是专职的了，专职的慈善的工作者。算是我专职了一段，有一段时间，然后我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弟弟呢？在我哥需要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出来。好，谢谢。我觉得今天和肖剑的这个访谈，他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想帮助别人的话，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对对对，对吗？马上行动。是。对。今天你在现场可以？可以，我邀请您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下。现场观众有没有？很简单了，这个动作只有两拍。愿意的话，请不要犹豫，不要犹豫，来来来来很简单了、有吗 ？Animal， 来，是没事，很简单。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如果哥哥需要，我一定会出马鼎力相助。专职了有一段时间，然后我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像一杯酒。